夏夜耳语是我差不多是在2010年左右的时候的创作。那我觉得那个时间点刚好是我在经历人生的混沌，然后到后来重新整合之后的一个交界的里程碑。其实我在创作这首乐曲的当下，我其实并没有想那么多，我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很单纯把自己心里面的声音做出来。那只是当我在完成这首歌曲的那一瞬间啊，我突然间觉得有一种啊全身起鸡皮疙瘩的感觉，因为我觉得那好像就是我当时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它对我来说，它记录的就是我一个疗愈的过程啊。因为在2009年、2008年之前，其实我常常都是觉得自己很彷徨、很无助。那后来从认识了太太，然后也经历了一些在比赛赛场上面的一些小故事之后，我就发现说，哎，其实我的人生可以有很不同的选择啊，我可以用很不同的态度活着，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太太其实对我来说就像是缪斯女神一样。因为严格说起来，我的创作开始比较成熟，然后比较有完整性，跟有一个明确的方向跟概念，都是从我认识我太太之后开始的。因为她本身写小说嘛，那我们的领域刚好就是在很不一样的情况下蹦在一起，可以迸发出很多新的火花。其实就是我的一个说是老朋友嘛，或者说是长辈，我也不太确定。因为我从小到大一直以来，我觉得害怕的时候或是觉得难过的时候，我就是很喜欢听一些了解我的音乐，让他们能够陪着我一起度过难关。所以当我终于有一天发现自己可以生产音乐，可以创造音乐的时候，我就觉得也许这就是我命中注定应该要做的一件事情。您好，欢迎莅临立德路二号。How are you？ 你好。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李让老师。天哪，您是在台湾当中少数能够以口琴争霸世界舞台的口琴音乐家。对，已经赞妙了。老师，您在小时候是什么样的机缘开始接触到口琴这样的乐器嘞？其实我从小就一直很想要学音乐、学乐器，
可是一直没有机会真正很就是比较深入的去了解音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高中的时候我上师大附中，那我就想说师大附中大家都说社团很好玩啊，然后音乐性社团很兴盛，那我那时候想说我一定要选一个音乐性社团来玩。刚好那一年的暑假我看到我的父亲在吹口琴，对，所以我就想说哎，好像还不错。就我那时候我就问我爸说口琴好不好学，他说什么很好吹啊，就是只要知道音就会吹，不需要看谱。那我想说哎，那这样好像对我来说刚刚好。就后来进到口琴社之后发现所有的学长都在看谱就觉得自己被骗了。对啊，不过进去之后就觉得哎，好像真的蛮好玩的，上附中嘛，表示成绩也不错，那我后来书也不念了，就全部都在吹琴，所以完全都以音乐为主了对对对，那后来就是比较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拿来做音乐了。可是这样爸爸就没有反对吗？对啊，他们会很担心说做艺术啊其实有点，就大家都知道就是风险比较大，可能吃不饱啊。那我爸爸自己本身他是做导播，那我妈妈也是演员，所以他们其实是知道说走表演艺术这一块是真的很辛苦。是，对。那不过我那个时候是有一点就是偷吃步，就是我那时候大学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就先找一个就是至少让他们觉得好像有一个稳定的出路。那我那时候选择社工系，然后我在大学这四年间我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就是我在毕业前我的月收入要超过社工的平均收入，那这样子他们就会比较放心。对，所以我后来在大学这段时间也做了很多的就是尝试跟突破，那最后也有顺利的让家里面比较放心让我走音乐专职这一条路。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想说我要让他们一定要能够让他们放心，所以我后来就是在大学这段时间其实也拼命的去比赛也好啊，或者是争取演出的机会也好。那我觉得后来我们其实是用一种还蛮和平的方式，因为我在大学毕业前我拿到了世界冠军，那拿到世界冠军之后我相信大部分家长应该就会很放心了，因为就是确实是有得到一个不错的肯定。那我相信在就是有了这样的肯定之后在职涯上面也会有很大的保障跟帮助。那老师你刚刚有提到说因为从以前是开始用玩社团的概念来去接触到口琴，然后以至于到了世界舞台给予肯定之后，你觉得口琴至于你的手掌至于你的嘴巴它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一种彼此之间相互合作的好伙伴，就觉得 OK let's buddy let's go 我们就一辈子成为那种战友的概念这样。我记得当初高一的时候我进到学校里面，然后进到社团开始吹口琴，那我一开始我搞不太清楚状况，我很担心一件事情，就是会不会其实你来到一个这个音乐性社团所有的人其实本来就是会的人才来，那我会不会进去之后就完全跟不上。那为了去就是应付我这样子的一个焦虑，我就在升高一前的那个暑假我自己买了一把便宜的口琴，就拼命练拼命练，结果进去学校的时候至少我已经哆来咪发嗦会吹，简单的歌会吹。那所以进去之后我就发现说其实大家进来是什么都不会的，那什么都不会因为我一开始就会嘛，那我就好像起跑点稍微往前一点点，所以那种就会有一种成就感。那这种成就感呢就会又促使我在这条路上继续努力更努力的练习。那好像就是因为这种关系相辅相成，所以我在高一上学期过完寒假的时候我大部分能够教的那些技术啊一些基础的东西我已经全部都学会了。那所以当时我就发现说好像我在这方面是真的是算是走得蛮顺利的，然后加上我又真的很喜欢音乐，所以我其实高二的时候就已经从心里面打定主意我以后要做口琴专职，然后做一个全职的口琴音乐家。是，那老师有没有哪一个乐团对你来讲是你生命中影响你非常重要的一个乐团？我记得我当初高中的时候就是本来在吹口琴嘛，然后在社团里面吹吹吹，那有一次就是听到几个学长姐在吹口琴，那他们那是在一个活动上面表演，那当时我是觉得哇很震撼，因为我不知道说口琴那种大大小小的和弦口琴啊低音口琴合奏起来会有那种很震撼的效果，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心神向往吧。对，所以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就一直很希望可以加入这个团队。那当初我加入之后呢突然间就觉得压力很大，跟我原本想的不太一样。
为什么？因为我加入这个团队的时候，他们已经拿过2002年跟2004年的三座亚太区比赛的国际冠军。嗯，对，那我当时只是一个高中毕业的小毛头，所以然后我什么样的头衔，就是那种国际头衔，我其实没有什么好的成绩，所以我压力就很大。那所以我进去有一段蛮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在烦恼说怎么办，我好像没有什么建树啊，那我的这个成绩也不是，就是在业界的成绩也没有很理想。那一方面又想说我给自己设下一个门槛，说我大学四年我一定要让家里面放心让我走这条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不知道原来我当初念大学是只是一个幌子，就是我其实是想要这样子运作这样子。那所以我那段时间就是有机会跟 Judith 出去比赛或干嘛的时候，我就会拼命的想要练，然后拼命的想要参加。可是很奇怪，那个时候的成绩反而这个乐团在我加入之前都是拿冠军的，我加入之后就没有什么好成绩。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本末倒置吧，因为音乐本来就不是拿来做那种竞争啊或什么的。所以其实我大学那段时间我的口琴的技术、音阶技术啊各方面其实已经做到很好，可是反而那段时间我好像没有那么喜欢听音乐了，或者是说我过去喜欢的那些音乐我慢慢的就淡忘了、然后好像就是有点迷惘吧。这首曲子叫做 Labyrinths、就是迷魂，因为它是我第一首口琴重奏原创作品、我把拍子也做得比较复杂、就是有的时候三拍有的时候两拍，让它这样交替交替，那种感觉会有一种琳琅满目的感觉、我就用这种方式创作了我的第一首作品 Labyrinths。其实这间工作间算是我很久以前就一直笑想要弄一间像这样子的房间。
那因为以前住家里面的时候，就是房间有限啊，就好不容易搬出来之后，就想不到怎么规划。不过，对我们来说，做音乐的人比较方便，就是说我们可以有一边做 funky board， 然后我们可以有两台电脑同时去作业。这边桌机的部分，我主要是拿来编数位编曲、数位音乐，因为有的时候我可能会接一些电影配乐。广告配乐或者是一些编曲的工作，那我就会在这边去做完成跟处理。那另外这边我主要是放我的笔电我的 MacBook。那我在这边我可能剪片啦或者是有的时候做一些教材等等的，我会在这边工作。对啊，那所以我现在大部分就是一些就是需要精细活的那种电脑上的工作，我都会在这间空间完成。这个空间里面的口琴详细的数量，老实说我已经算不太出来，但我估计应该是十几把，对啊，在20把以内。我自己其实算是一个很容易调东调西的人，所以我有一些口琴，可能现在我已经不知道遗落在什么地方啊。像我是高中的时候才开始学口琴嘛，那我这边房间里面就有一把口琴啊，像这一把，这是一把半音阶口琴。那这种半音阶口琴，它的特色就是它有一个按键。啊，这个按键没有按的时候呢，它就好像是钢琴上摆件的声音。啊，按下去之后可以升高半音。啊，所以这种半音阶口琴可以把所有的音都演奏出来。啊，那这一把琴是我高中的时候买的，这是我当时买的第一把算是比较高价位的口琴啊。那一把琴当时买，我记得10000多块台币，但是其实买没多久，大概一年内它就坏了，而且是不可逆的损坏。啊，就是以前有一次跟一个好朋友在学校里面就是打闹的时候，因为我的习惯就是不管我走到哪吹琴就吹到哪，结果那个时候朋友在打闹，然后琴就被他打到地上，然后就整个变形摔坏这样子，有够惨。就那个时候我那个朋友就当下愣了3秒，然后告诉我说这把琴多少钱我赔你。对啊，那后来没有让他赔啦，因为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纪念。复音口琴或时空口琴啊，大家看到这边就知道，它其实是我们可能每一个调性都要准备，它有好多把。啊，那这种时候我们出去演出一次可能带个5、6把，那回来就剩3、4把。啊，那我因为太容易掉东西，然后就想说，半音阶口琴它通常就是一把，然后12个调你都是用一把来演奏。那我当时就觉得这样子对我来说可能比较安全，掉的几率比较低一点。好，所以我当时就以这样子一个很莫名其妙的理由，就开始就把大部分的精神都放在半音阶口琴上。可是，一直到后来上大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听到一位很棒的半音阶口琴演奏家，叫做 Toots Thielemann， 啊，他是比利时国宝级的爵士口琴大师。好，我当时听到他的音色，我就觉得天哪，这个音色怎么可以这么美，这么好听？啊，然后我就发现说，半音阶口琴可能不只是我原本想象那样说很方便、很便利而已。啊，它在音色上面的表现，啊，那一种纯净、啊，高贵的那一种性格，我觉得其实有很多可以探索的空间。啊，所以我后来就花了很多的时间，都是花在半音阶口琴上。其实有很多人会喜欢找我去带音乐欣赏，啊，因为每次在带音乐欣赏的时候，第一个我选的乐曲。通常都会让他们觉得，哎呦，这个以前没听过，哎，怎么那么精彩？然后另外一方面，我就可以跟他们聊说，这个音乐对我有什么启发，对我有什么影响。那当我在把这些音乐对我的影响分享出来的时候呢，哎，其实我的学员们就好像正在经历我当初的那些冲击一样。每一个人其实一辈子碰到的事情都不计其数，那重点只是说你有没有去观察到，你有没有去察觉到这些事情背后的意义。那当我透过我在这些音乐上面察觉到的意义，我把这些东西分享给大家的时候，大家会知道，欸，我平常在听音乐的时候，我是打开哪一部分的那个接收器，我是用哪一种方式去敏锐的察觉到，啊，这一些背后的故事。那我觉得间接的我就可以让大家知道我是怎么样看待音乐，啊，我是怎么样感受音乐的美好。那我想这个可能就会让很多人会慢慢的有办法去就是受到我这样子的影响之后呢，就可以在音乐上享受到更多的乐趣了。我们台湾常见的口琴其实是像这一种，啊，这种叫复音口琴。嗯，那当初我也是看到我爸爸吹奏这种复音口琴，所以我才跑去口琴社里面去学口琴。嗯，那这种复音口琴它的特色就是它有两排格子。哦，啊，所以它同时吹的时候是两个簧片一起发出声音。嗯，那这种两个簧片一起发出声音的时候，因为它簧片有一点音高差。
它就会有一点共振的感觉，就很像合唱团在唱歌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声音好像会就是自然的会有一种震动的感觉。哎，对对对。那这种口琴也是台湾早期最常见的，几乎大家长辈手上曾经都拥有过这么一支复古口琴。哇，这听起来就是那种很美国那种，哎，对，很乡村的那种氛围，哎，对对对。那另外还有一种，真的要讲美国乡村的话，这种口琴叫石孔口琴，啊，这一种就更有那种草根味。嗯，这种口琴其实是最早被发明出来的口琴哦。那一开始的时候，它定位一开始可能大家也没有想过它可以吹什么复杂的乐曲，它里面很多音都没有。啊，就是没有低音发，没有低音拉，然后高音也没有高音吸，啊，那这些什么音都没有，有点像是一个被阉割过的乐器哦。对，但是，在那个年代，就是有很多人，可能喜欢音乐，但是不见得有机会去买乐器啊或什么的。那但是口琴很便宜，大家都有一支，所以玩的人多，那里面就不乏很多天才，啊，他们就用这种口琴创造出很多技巧。那这些技巧让这种口琴的声音听起来就特别有味道，所以后来他们也本来不能演奏半音的，你就透过一些嘴型啊，哈，一些方式就可以吹出半音来，而且你就可以吹出那种很像蓝调的那种味道，所以这种口琴后来很多人直接称呼它是蓝调口琴，啊，因为它的蓝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特别，嗯。好迷人的声音哦！所以老师，你刚刚有提到第一个是半截是藉由按钮，但是这也是靠嘴型本身去调整它的。对，哇，老师，那真的是太困难。那在老师你在学口琴的时候，是否有哪些你的生理上面一些挑战需要去克服，然后让你自己跟这口琴能够那么相应？其实我自己当初在学口琴的时候，我没有想那么多。那可是我后来在教学的时候，我就发现因人而异，每一个人要适用的方式不太一样。然后我也才回想到自己当初学的时候啊，我也有发展出一些自己独特的手法啊，比方说像吹口琴有很多种嘴型啊，有的嘴型是你要把舌头摆在旁边，摆在左边，然后用右边的嘴角吹口琴啊，这种他们叫多孔含法。嗯，啊，那我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学这种多孔含法，啊，那吹吹吹之后，后来发现我嘴巴都破了，因为我这样吹的时候，我的那个嘴角很容易会磨到那个琴的那个吹嘴。那我吹破了很痛啊，啊，可是我又很想吹啊，所以我后来我就用舌头当吸管，用舌头去那个固定那个孔的位置跟大小，对啊，就发现哎，这样弄很好弄，那刚好跟小时候很喜欢玩舌头有关啊，因为小时候小朋友喜欢比赛啊，说你会不会卷舌头？哎，我不会，啊，对对对对对，翻滚啊，然后什么卷成莲花形啊，所以以前就很喜欢玩舌头游戏啊，嗯，所以我后来发现哎，这样子用起来挺好用的，然后我后来发现好像。很少人这样吹口琴，这是我自己就是乱想出来的方式，对啊，学以致用，对对，后来发现挺好用的，我现在都教学生这样用了。那老师，您也受邀到台北市视障文教基金会里面去任教，那老师您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引导这些视障朋友们开始学习口琴？我在指导视障朋友吹口琴的时候，最主要都是唱谱，唱谱，对。因为视障朋友他们没办法读纸本谱，对。那像他们平常在唱歌啊，合唱团啊或什么，他们可能会去摸那个点字谱。可是演奏乐器的时候，点字谱也没有用，因为他的手都要拿来演奏。对，我们口琴也有很多手部的动作要做。那所以变成说，他们唯一的方式就是用听的。那听的时候去把这个谱给记起来。嗯，对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拿来唱谱跟描述一些动作。那我觉得其实描述演奏的动作这件事情对我自己的演奏也挺有帮助的，因为在这过程当中我必须要不停的去思考啊，就是我到底要怎么样去，你要解释到让人家知道的话，你自己就会了解得更透彻，所以我后来就发现哎，这个好像对我也挺有帮助的。嗯，而且老师我知道就是在有一年呢，老师也因为在视障文教基金会任教，那他们也邀请您跟长荣交响乐团在国家音乐厅演出，那您应该算是台湾第一位在国家音乐厅以口琴艺术站上国家音乐舞台的艺术家。
其实我不算第一位，不算第一位。对，在我之前也有过不少人，嗯，站上过国家音乐厅演奏口琴，嗯，但是我那一次机会比较难得的是，我是演奏协奏曲，对，因为口琴协奏曲在台湾其实好像大部分的人都是演奏跟钢琴改编成钢琴的口琴协奏曲，要真的找到一个乐团啊来搭配伴奏，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对，所以我那次是还蛮珍惜这个经验的，因为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可以在国家最高艺术殿堂，然后演奏最崇高，也不能说最崇高，但是我相信协奏曲对很多演奏音乐的人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一种很崇高的境界。嗯，对啊。那你自己在台，但我自己其实超级无敌紧张，就是我自己演出这么多经验，就是这么多演出，这么多的舞台经验。可是我真的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因为我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在吹，以前那段时间都在吹口琴重奏。那口琴重奏其实就是我同时只要听四个人、三个人的声音，然后跟他们做搭配。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同时要听几十个人的声音，然后跟他们去做搭配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做？我那个时候很挫，为什么？因为我发现一件事情，原来我站在那个位置上，我听到的声音是有时间差的。因为管弦乐团很多人，然后舞台很深很大，而且国家音乐厅的反响那个声音很明显，所以对对对，我听到的声音我会觉得我有点没有办法完全能够判断说这个声音到底现在的时间应该是拍子在哪里啊怎么样。那我后来有请教一些朋友，那他们是说其实演奏古典的人他们必须要能够透过只看指挥，然后就很精准的判断，因为你无法预测你这一次演出的场地，你听到的声响是怎么样。哦，我那时候就哇，长知识了，这个很困难呢。嗯，对啊，而且我其实，在那个时候，因为我演协奏曲的话，我也看不到指挥，所以其实我要听一些声音去判断现在可能是什么情况，然后我也必须要跟指挥有相应的默契。嗯，那必须要听，但是又要知道什么该听，什么听到了不要被骗。对，所以那是一个很非常难得的经验。那我觉得，也让我成长蛮多的。就是我才知道说，原来有这么多的音乐家，他们还必须要经历说各式各样不一样的挑战，他们才能够独当一面，成为专业。
这首《飘轮瓶》里面曲风却是非常的温润跟非常的疗愈，哎，怎么从这个曲风会有这样的大的骤变呢？其实我刚刚前面有提过说我开始吹口琴重奏，然后加入 Julius 嘛，那个时候我就是一直汲汲营营的，一直想要寻求表现，然后寻求肯定，拼命的练琴，拼命的练技术啊。但是因为我前面也有提过说我自己喜欢的音乐其实是属于疗愈的，那我那段时间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有点失去初衷。那有一次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2008年的时候，我们去参加亚太口琴比赛，就是亚太口琴节的口琴大赛。那一年在杭州，那我那时候还在念大学，然后我们班上在我出发前，我们去宜兰玩，然后吃了不知道什么东西，反正我们那次班上有大概三分之一的人回家隔天食物中毒。那隔天我已经飞杭州了，所以我在那边也开始食物中毒。啊，那个食物中毒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要走去会场，我可能走两步就要停下来休息五秒，走两步要停下来休息五秒，而且要蹲下来哦。嗯，对，因为很痛很痛，一天拉肚子拉应该有快20次吧，就是很严重的，就是在每半个小时必须要蹲一次马桶的那种感觉。那我那个时候就想说这样很惨啊，然后到会场的时候，我想说我要多休息，我就在休息室一个人在那边就是静养。然后那一段时间刚好有认识一些其他国家的吹口琴的团队，一些好朋友。那其中有一支团队叫 Fresco， 那 Fresco 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团队。那他们那个时候就经过休息室，就看到那个李亮怎么一个人在里面，他们就一群人过来，本来是来打招呼的，然后说最近怎么样啊，然后就会发现我很痛苦，脸色惨白，然后知道我肚子痛之后，这一票人就哇一哄而散。结果一哄而散之后很快又回来，有的人拿水啊，然后有的人拿那种很像什么镇鹿丸啊还是什么那种药啊，就他们的那个领队他们的队长叫做孙福全啊，他也是我好朋友，他就端了一碗热粥过来，他真的端一碗热粥过来，我不知道他去哪里找来的，他就跟我说这附近的食物啊就是口味都很重，那你肠胃不好的话肯定不能吃，你都没有东西吃的话你也没有体力，他刚好手上有一碗热粥，然后就给我说补充一点体力。后来我们事后聊天，他就告诉我说其实他们每一次去参加这些国际的比赛有的时候是不得已的，因为他们也跟我一样，他们要在国内要去做音乐专职，他们需要头衔，他们需要一些光环来让自己做的事情可以正当化，然后可以让自己去有更好的发展，因为他们要做教育，他们需要有一个幸福力嘛，所以他们不得已，他们必须要出国去努力追求那种好的名次。但是对他们真正的内心来讲，他们很喜欢参加这些活动的原因，都是因为每两年这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好朋友可以再聚会一次，对对对，就大家都漂流过来，那他们就会很珍惜大家彼此相处这段时间。那他讲这个话对我来说是当头棒喝的，我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一直很努力的在想办法竞争，想办法追求这些技术，可是真正的感人的事情是来自于真诚的心意。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突然间醒了，我觉得我不能够再一天到晚去演奏那些炫技啊什么的，就是炫技没有不好，炫技是好事，因为你让人家知道你技术很好，这当然是好事，可是只炫技就不对了，应该要去把一些音乐真正的情绪，把一些真正的故事说给别人听。因为你有在国外有遇到那么多音乐家，你也一定也了解到口琴这样的艺术在其他国家的发展，那以你有这么样的国际视野的人，你如何来看待口琴在台湾的未来的发展呢？其实老实说，要说我有国际的视野，我还真是不敢当。对啊，那但是我自己在观察台湾的口琴生态我其实还蛮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台湾是真的口琴很强的地方。对，其实台湾有很多很优秀的口琴团队，口琴重奏其实台湾几乎已经可以说是独霸世界了，就是口琴重奏台湾是非常非常强的啊，就是而且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这些人大部分都不是科班的。他们其实包含我在内，我们没有受过专业的音乐训练，我们很多东西是自己去学，因为要编曲，因为其实没有什么
原创给口琴重奏的曲目，我们要学编曲，那我们就得先去学乐理，要去学和声，学对位，学各式各样的东西。那我觉得台湾吹口琴的人都非常认真，非常努力，所以其实在现今的国际社会口琴界里面，其实台湾算是还蛮出名的，表现是很优异的，出国很多拿了很多很多的大奖，然后也有很多队伍其实在国际比赛吹的是台湾的团队编的曲子。对，那只是说口琴重奏啊，因为它是就是只有口琴的音色。对，那我当初在吹口琴重奏的时候，我其实吹一吹我就发现其实我还蛮希望有更多种声音来表现音乐的，因为只有口琴的音色的话，其实能够做的事情就很局限很有限。那当然台湾的口琴重奏团已经强到用口琴去做钢琴的事啊，用口琴去做什么管乐的事啊，其实大家都会想尽办法做出来，还可以做的有模有样的，其实是可以。可是我有的时候就会很希望可以尝试一些不同的声音，对，所以我后来我自己在做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尝试去做一些不同的结合，去追求一些新的火花吧。是，那老师，那除了你在找这样的火花之外，你有没有找到哪些跟你一些志同道合的人，然后一起创造更漂亮的火花？啊，有哦。其实哦，我觉得我很幸运一件事情，就是我在音乐这条路上一直以来遇到很多贵人啊，包含2009年的时候，有一位伙伴陪我去德国比赛啊，帮我弹奏钢琴。那位朋友叫周成玉啊，他也是台湾非常厉害、非常优秀的爵士钢琴家。那还有我现在有一个乐团啊，我们乐团的名称叫花影乐团，跟这票朋友一起玩音乐是很开心的，因为我们不只是在玩音乐，我们是真的有很多生活上面的火花，彼此在激荡，然后互相扶持啊，好，互相去帮助，互相去追求一些目标。所以后来这几年这段时间，其实我还花蛮多时间在陪着这票伙伴，我们一起想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出来。其实我们乐团当初是我们那个团长，就是吉他手吉吉影啊，他所发想去组建的，高高的，然后玩团之后胖胖的，你还敢说？你好意思说？你好意思？其实团长鬼点子很多，表面看起来很冷静，内心超多鬼点子的。对对，然后就是我们有朋友说他其实是外星人，就是那个脑很大，是蛮大的。对，然后他就是说他那个脑袋里面会有那个天线哦，打开来之后就不知道搜寻到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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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然后就哎接轨了，然后就突然语出惊人的蹦出一个很奇怪的梗。其实像我自己的话，我在玩音乐的时候，其实假设有不开心的时候，你弹一弹吉他，可能就慢慢心情就会越来越好。刚开始在玩团的时候，我的印象就是我们团练的时间大部分就是在讨论那等一下练完要吃什么。然后其实我们乐团大家刚开始聚在一起的时候，大家身材都不错，因为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对啊，就吃东西嘛，就你不要一直看我好不好。因为其实大家一直玩到现在也是经历了很多的就是风风雨雨啊，就是从乐团草创，然后到大家各自有家庭，然后开始要为生活忙碌，为生活打拼，那也是就是断断续续，有的时候休息，有的时候一直继续，想说有活动就聚在一起玩。其实我中间跟他们四个提过好几次说我可能就到这，或者是其实他们可能可以做更多，但是因为必须顾及我们白天必须要上班，然后还有三个小孩要还有家庭要顾，那变得压缩的时间就很少。我觉得如果没有我，说不定这个团可以做出更多的事情这样。我不知道是不是不好意思，最后我还是流泪。对，我觉得你想太多了，怎么样也轮不到你拖累我们。对啊，对，所以我觉得就是都是一个拉扯。应该是说，这是我们生活中很大的一块重心，就是我们可能工作很辛苦，可是我们会有很想要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光，然后让自己
放松也好，然后把自己的东西变成音乐也好，然后让别人也开心。那所以觉得这段时间是自己觉得超难得的，因为你要可以找到一个相处来的团员就已经很难了，我们还找到一群，对年轻人我来说那是天方夜谭的一件事情。那没想到他竟然就存在，而且我们还维持这么久。一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记得，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有上武林农场演出，那我就觉得我每次最期待就是去武林农场演出，然后因为大家就可以在一起好几天，那时候就觉得很开心。那对我来讲，那时候因为你可能也是休团嘛，所以就是一切都是以休闲愉快，然后各种放松，怎么放松怎么来的状态下去，那就一切都非常美好，非常美满。对，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哇，这样，哎，玩团真开心，原来玩团感觉就是这样子。嗯，我就觉得我找到了这个非常好的乐团，这就是真谛了。结果哎，事隔多年，哎也没有多年啦，几年，然后开始说哎有一些比较说大的演出进来，那就是那大演出自然就比较有压力嘛。这种叫误上贼船，你现在下不去那种感觉，我也不能失去你。对，那所以一刚开始到现在，其实我觉得最大的落差，其实也就是一个是往前面走的一种压力吧，且可能是大家都有一些压力。其实在我来讲的话，我自己觉得就是开心是最重要的。对对，因为我那时候进来的时候，最被我吸引的其实就是大家就是非常开心。非常愉悦，对，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状态啊，我是希望就是这个乐团可以变成大家，呈现自己作品的一个地方，借由一群朋友来完成我们自己的作品，那这个作品就会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这张专辑就是 Mr. 坏花影乐团同名专辑，同名 EP 啦。今年我们8月1号的时候会在那个国家歌剧院的中剧院，在台中。那边举办我们的日影花月2啊，其实我们去年已经有办过一场日影花月，在基隆文化局演艺厅。那我们这一次办的这个，就是算是我们这十年来的一个小小的，说总结也不算啦，但是就是我们一个小小的里程碑，也希望可以从这边再继续出发，把我们的音乐真的就是照我们当初的梦想那样，一步一步把它逐梦踏实。看清楚那条路线，在温度计60-70度、啊、一步一步踩冲突，抱着大树毫无祝福，真不哭好像用我的步步恩大离开一个小路，要享受着孤独，大离开一个小路，想找个温暖桥，我来留宿。大地还有多辛苦，我早就已经能恍恍惚惚走着迷踪路。是你将我唤醒成痴，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40-70度、啊、一步一步在冲突，抱着大树靠住风尘仆仆，好想念我的步步恩大离开有多少路，想守着孤独。
就已经能恍恍惚惚照着迷踪步，是你将我唤醒成痴，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太阳和你的相对，笑话。